晒开边，晒晒沙滩上。松是一个弱不禁风闹松的样子。丁香水手说：“大说风雨松手电动算什么？”放过我好吗？我一直跟你说的。啊，不要人！他们都不放。还没到。前面也很危险，你先上吧，我会在后面保护你。妈了个巴子，那一队还在那个上面呢。OK， 说他们那边。这龙其实很不好控制。有龙就把它放在一个高一点的地方。无墙无墙。好凶啊！你把我放在那个宿舍楼。兄弟们讲道理，我好想把他们嘎了呀！绿色的那个。走，右边，不是教学楼，教学楼，直走。在家里面，前面很危险，你先上吧，我会在后面保护你。什么有人？那里满编吗，兄弟？满编队。有。那个满编。还好你跳得快。我靠！不早说。我都看到了。我又，你们又没说你们过来的，我又不知道啊。我跳了，表妹你过来，我带你走了。一号，我包你的490。不要。你小心，你过来的时候小心点哦。走吧。这个满编。我知道，他们20秒后要走了。20秒后，他那个龙就失效了。还有8秒。喂！跳什么楼？没事，他们龙失效了，他们跑不了了。可以再耗他们一会儿，然后再跑，离圈太近了。可以去那高楼堵他吧。有人？有车？有人？我刚想把你哪有人？顶上的啊。后面，宿舍楼。不用管他。有人。